来到了6.5分饱。啊，伊白龙雪饱食中枢咧上较慢，啊袂啊，我想讲食安尼得啊，让他大概起来7分饱，不要太撑。哦啊，这个少许的这些东西，我们特调的那种海鲜火锅之卤肉饭。哦，白龙雪特调哟。你不安尼食，食袂饱。哎呀，好。对，我饭食出少啊。无啦，迄阵肉拢食无几块，拢强抢啊。刚刚那个花枝酱可以。瞬间的料饱足感大概6.8，因为饭吃太少了，所以吃一下那个可尔必斯。诶，这是你投影啊，对啊，投影下来来哦，把它铺下去哦，铺好，安尼得啊，啊得啊，这一根来，哦，这个的败笔就是啥，肉减叫一半。肉还没有说超到很爽，你知道，就被他们母子给刮空了。它是水蜜桃冰沙。哦，喝啉，但是不要喝太多。好，大概吃到6.8分饱，哦，勉强再喝一下东西变7分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收看。